是威是威咁打情骂俏，拍咗拖半年，个女仔已经融入家中，同男朋友嘅侄仔打成一片。Well， 唔认得个女仔就系 Will TV 嘅艺人杨思颖 Vance， 都认到佢嘅男朋友咪就系今年攞咗飞跃进步男艺员嘅张震朗咯。前年同拍咗拖五年几嘅陈子又散咗，张震朗话用咗成年时间先至 overcome 到啊！由嗰阵开始，佢就头头碰着黑啦。2017年天降帐幕，同埋早排台庆天降录影机，已经搞到佢周身伤噶啦。中间拍包青天四次堕马，最 hurt 嘅系套剧出街俾人 cut 晒有关嘅场口啊！最惨烈嘅系担正嘅剧，唔系俾拍档雷街坊要辞出街，就是、因为社会气氛嘅问题，有排都唔使旨意见街啊！吓到咁，网民就赐封咗张震朗做地狱黑仔王。自从去年八月，另外有巨咪女神之称嘅32D View TV 艺人 Vance， 佢啲运就开始翻嚟啦。去年年底喺颁奖礼开斋攞奖。听讲大台就嫌 Vance 人气唔够，又唔系自己人，逼张震朗将感情低调处理啊！搞到佢两个早排去日本旅行，都只系敢铺同一个电话亭嘅单头相咋。呢日佢哋妈必外出，都专登揾埋张震朗阿哥一家人做电灯胆。张震朗出咗名同两个侄仔 friend 个打 band， 估唔到同佢拍拖只有半年嘅 Vance 同两个侄仔已经玩得好埋啦。佢两个成日刻意前后脚，你睇张震朗望住女朋友个样几冧啊！好几次两个都忍唔住走埋一齐悄悄话 sweet 到呢，感情有着落，又可以搣甩地狱黑仔王呢个档 ，Vance 又几好脚头、啊。